帅气还好啦，就是就有点太久没有面对媒体夸奖，因为我最近都在月子中心，就是还蛮悠闲的。所以最刚整个活动打戏，这么帅气，在广告里面这样打动。其实就是我在现场跟武术指导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因为拍起来是很震撼的、啊，可是当时候就觉得拍那种英雄电影的科幻电影的主角不好当啊，因为我没有 lucky 版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这个是面对你啊，然后这个是背对你的，但是前面是没有人的，那你只要跑去那边，然后还要集气啊，然后出拳啊，然后再集气啊，然后再很用力的踹后面啊，然后你看到那么多人物，其实现场只有三四个人吧，然后造型就是跟我一样都蛮夸张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就是某一个病患跑出来的四个人这样，但是拍出来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啦，这是我自己在现场的那种感觉的疑惑这样，但是就拍出来我觉得很满意。所以你刚才都在月中心嘛，在月中心啊、嗯、生活就是觉得非常之忙碌，因为照顾那个幼婷，还照顾新生。我是觉得不会很忙碌啦，但就是像大家说的吧，就是一种甜蜜的负担，然后就看着小朋友就很开心。嗯，你刚刚整场活动都笑嘻嘻耶，就是整个会不自觉散发出就是开心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太久没有演戏了，不知道怎么演，忘记演那个项少龙这个角色。不过刚刚有说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但是有什么任务？就是要好好照顾，就是未来的生活、啊、家庭、啊，然后就比较不会以自己为主，嗯，包括就是你整个生活就是要更小心啊，更认真啊，这样。早上说才刚出生，好像已经开始担心他的未来，男朋友了。对。对啊，我现在都。有空就亲亲他，然后因为他他现在两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母奶嘛，然后他妈妈比较忙，有时候比较忙，可能上厕所啊或什么，然后我就会就先给他吸我的鼻子，然后把鼻子当奶嘴的意思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会，然后会再假装就。会偷亲他一下，因为长大就不会理你。那现在那个哪些工作照顾女儿工作是在你身上？就一半一半啊，就是妈妈累了或什么，就是互相嘛。嗯。那自己会做什么呢？就是像是帮小孩洗澡，学了吗？洗澡还没。嗯。就是一般的啦，换尿布啊，然后擦屁股啊。有没有最手忙脚乱什么事情？我觉得就是换尿布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会再一泡的那种，就是你要很快的拿那个尿布在挡，不然就是要换完的时候他又尿。有被喷过吗？两滴啊，因为我反应比较快。目前为止是这样。出生过程好像有点久，就有觉得很心疼老婆。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，三四点要就是要临盆嘛，然后我就去医院，然后想说，因为我妈妈生我是12个小时是最久的，那然后我晚餐应该就可以在家的那一种，就没想到晚上6点的时候还在就是待产室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看我太太这样，我真的已经就还蛮难过的。然后就决定跟医生商量一下，就剖腹这样。就因为我觉得超过5-6个小时就，我想大家都没力了，嗯，我也没力了。以后照顾家庭这个老婆，就辛苦啊，爱的告白一下。辛苦啦，真的辛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你
后照顾家庭这个责任重大啊，是不是未来像就是一些代言啊什么，其实都会尽量就是可以接就接。比方说像这种再特殊一点的造型，你会愿意吗？像这种游戏啊，就是有些会邀请代言人穿一些比较特殊的造型。我其实对造型没什么要求哎，因为我以前拍电影也有穿过女装啊什么，就是适合就好了。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找我，很配合。有没有特别想接哪一个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跟小朋友有关的？小朋友也可以啊，跟老人家也可以啊，都好。那会再等一阵子才拍戏吗？目前有在接洽，对，最快9月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